下金曲红毯第一帅实在太难选择啦。炎亚纶穿着帅气西装登场，不过被嫌弃穿的有点多。算穿太多吗？里面有穿，现在不习惯里面有穿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下次我会再注意。待会颁奖的时候会有另外一套。怎么样？现在没有露就不拍，是不是？另外还有帅气顽童也来啦，瘦子宣布结婚要当爸后，首度露面，队友完全是帮他挡光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请问这是顽童，你知道的？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你说我们难得合体，因为我们今天想出来玩。当爸爸啦！担心的，我会教他的啦。哎，我教你就好，没关系的。你要教他一些什么吗？我试一下跟他说就好。